们要先跟普通的索尼克唱歌，唱完之后他就会去跳江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端午节就要记得包粽子。各位小三雀们，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Friday Night Funky 溺水的索尼克模组啊。我们之前有玩过溺水的斑马，那这次呢，我看到了这个模组溺水的索尼克，好像蛮有趣的，就让我们来玩玩看吧。哦，难度锁住了 ，OK。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。如果你有点下那个大大的赞的话，超帅鸟鸟就会祝你一整天都超勇。那让我们来吧。哦，有动画。3, 2, 1，这是普通的索尼克啊。我有稍微把那个箭头的颜色改亮了，有感觉到吗？觉得把箭头的颜色改亮啊，改亮比较像我平常在玩的音乐游戏的感觉。我平常玩的音乐游戏，它都会把箭头高亮，真的会把它高亮。可能是怕你背景太乱太糊的时候看不清楚。那 Friday Night Funkin 背景啊、动画啊、什么东西啊，越来越丰富的同时，我觉得箭头同时也越来越不清楚了。这个箭头会转，不是啊。那会转跟这个音乐游戏好像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它就是单纯会转的意思吗？有一点干扰了。我们要先跟普通的索尼克唱歌，唱完之后他就会去跳江。从此之后，我们端午节就要记得包粽子，是这样吧？开早，众亲们，我们的国库怎么又空空的了？还不是你们整天在那边买包包。这个包包是我们系上自己做的，拿啦拿啦拿啦，好啦，我拿耶。可能有些人听不懂在讲什么梗，那你可以去搜寻看看，好像是渔府吧，渔府的动画，渔府的一个小动画，跟屈原有关。怎么了？突然坏掉了。哇哦，这个索尼克的眼睛里面突然长出海草。你们知道溺水的人通常会膨胀，因为泡水泡太久会膨胀，会变胖。这个索尼克感觉还没有泡很久，还没有变胖。泡久了，他就会胖得跟死猪一样。我怀疑他不是溺死的，他脖子上有切痕，一定是先被人家砍头，然后才先被人家割脖子，然后才丢到水里面，假装他是溺死，其实他不是溺死。别人买包包，你就买包包；别人跳江，你就跳江，懂吗？不是，我的血线怎么被压到这么低啊？那意思就是我接下来都不能 miss 了，麻烦。把血补回来，
哎呦！可恶，我被那招害到了 ，miss 了。好，那我们玩下个模组吧。结果呢，在我打下个模组之前呢，我发现他这个模组其实还有一首歌我还没有玩过哦，还有一首隐藏歌藏在 freeplay 里面，让我们先打一下吧。3, 2, 1, go！ 咚咚咚，一样是这个眼睛里面有水草的索尼克。哦哟，有点复杂，那个箭头塞太挤了吧？箭头塞太挤了啦。欸，海草不能按了哦，好吧，还会塞海草的按钮给我。海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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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老歌了，现在的小朋友一定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过气了。没错，只是我听过，所以我念两句而已。放那，镜头拉这么近，好挤。竟然把海草藏在那边，太过分了！你就不怕人家误吃吗？人家吃了你的海草，你会不会生气？还是你要剥一份吃草，跟你一样吃草，吃到眼睛里面，就像用鼻孔吃面一样，你是用眼睛吃草。我一直爬梯，来看一下这个 boyfriend 的死亡画面吧。会吃草吗？没有，可惜。好，那我们到下一个模组去吧。下个模组，这是他正在溺水的那段时间。索尼克自己在水里。不是啊，你一个人在水里，你跟谁唱歌啊？我没有对手。我第一次玩到这种 Friday Night Funkin 模组，对面没有箭头，我自己玩。我自己玩的话，跟我平常玩的音乐游戏有什么差别？好，真的没有对手的样子、啊。有有有，对手出来了！我刚说完了，有对手，有对手，他来唱二重唱了。一个人在水里唱二重唱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屈原当年在水里，一定也是这种感觉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大家要吃粽子啦！水变干净了，洗帽帽，洗帽帽。水变脏了，洗脚脚，洗脚脚。突然变复杂了一点。
突然觉得索尼克的肺活量好强大。你可以在水里面唱三分钟的歌吗？索尼克可以。你怎么没歌啦？完了，他的肺活量只能撑两分钟，就叫你在水里不要唱歌了齁。那个索尼克有练过哦，小朋友不要学，在水里是不能唱歌的，知道吗？索尼克叔叔有练过，不要学。为什么我会说索尼克叔叔？因为索尼克其实是跟马里奥同期的东西，他们都比我们还要老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年纪都超大的了。索尼克叔叔跟马里奥叔叔，他们都是叔叔级的，那个年纪算到今天应该都已经超过30岁了。马里奥应该已经35年了，然后他当初就是一个大叔了，所以他现在的话一定是个接近60岁的大叔。然后索尼克就算当初设定可能给他15岁好了，12岁好了，经过了30个年头，他现在也是个40岁的大叔了。身体真的要顾一下，不要再随意唱歌了。好了，最后一秒，我们来看一下死亡画面吧。哦，一片黑是不是？好吧，我想我们今天的实况在这边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、点订阅、点分享。我是毛利萨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